猫拉肚子是什么原因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。猫拉肚子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，有可能是因为天气、环境变化等导致猫出现肠道菌群失调，从而出现了拉肚子等胃肠道症状。可以给猫喂食一些宠物益生菌，观察猫的粪便有没有好转。如果猫的精神、食欲都比较正常，还可以给猫服用白桃土等物理止泻剂。还有可能是猫吃错了东西引发了急性的胃肠炎，这种情况下猫可能还会伴随着呕吐、食欲下降和精神沉郁等症状，而且发病会比较突然，建议主人及时带猫到宠物医院就医。最后，还有可能是其他内脏器官的严重病变引发的胃肠道症状，这种情况猫通常有比较久的病史，而且会有其他器官异常的表现，如肝胆异常引发的黄疸、消瘦等。